家好，我系 Trisha， 欢迎收听安博足球快讯。德国中场根道简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，他非常之看好梅斯阿拿，他是德国国家队的未来。根道简就这样说，梅斯阿拿是德国足球的未来，他拥有难以置信的天赋。在目前这个年龄来说，他的发展已经是远超预期了。梅斯亚娜的入球能力是毋庸置疑，走位亦都是顶级，就算他的身材有些瘦，但是他在铲波以及对抗的时候是非常之强，他已经知道怎样利用自己的身体，如果能够在这方面更加聪明一点，他就能更好地利用这一点，避免和对手正面碰撞。好波唔等人，即刻下载 M 直播，收睇精彩足球、篮球嘅赛事。